别怕，有我在。放开他！你群混蛋！可以开始了，接下来是场英雄救美的戏，加油啊！嗯。英雄救美，你给我好好演。哟，不多俊俏的小妞，答应玩玩啊！救命啊！就算你叫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哎呀，你就捅了哥几个吧，捅了哥几个吧。走。是啊，演戏，演戏而已。哦。这个演赵子龙的，到底算哪根葱啊？你刚才不会真的被吓到吧？我第一次拍戏，有点紧张。没事，以后多拍一拍就会习惯了。你们在干嘛？尤老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赵毅哥。赵毅哥？嗯。尤西兄，你好，我是赵毅，我们以前合作过。记不得了，抱歉，南屋以下的我都记不住。走。不是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又不是编剧，我不管。你去跟导演说，我非得给赵总打一架，锤死他！赵毅，哼，算你有良心。游戏兄，你没事吧？他怎么来了？今天你还得感谢赵一哥呢，要不然他你就……我本来可以360度托马斯回旋落地，全被他毁了。但是你刚刚都被吓成那样了，你……嗯，男神男神，你刚才实在太帅了，能合个影吗？男神算不上，但是合影可以。谢谢。来了。哎，赵一哥，你往左一点。好。收下吧。好。准备好了啊！准备，3、2。哎，要合影一起来。合影早说嘛。一起啊，嗯，来，3，飞机，我们再来一张啊，准备好，3、2、1。再来最后一张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3、2、1。
算了吧，走了。刚才我在外面看到你的助理和那个赵毅在聊诗词曲赋呢。这个赵毅，区区一个十八线小明星，敢跟我抢女人，偏偏这个小木头油盐不进。像他这种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，外部影响力其实很难影响他的思维想法。啥意思啊？吃醋。吃醋。来准备 ，Action。咔。接下来是吕布和貂蝉在花园里的吻戏。尤老师，怎么一下午就有五场吻戏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剧本怎么写的，导演怎么安排，我就怎么演。导演，我就想问，能不能把吕布的吻戏全部一起集中拍了？行行行，只要是不加戏都行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那我去准备下一场喽。一经八字。咔，转场，接下来是吕布和貂蝉在厨房里的吻戏。这次不错，这次不错。Thank you.